近日，胖儿在横店看到张若昀穿着一身帅气西装下车，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去摄影棚，中途休息时，张若昀去休息间大口吃生菜和肉，他看食物真切的眼神，确实是个吃货无疑。不过说来也是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拍完广告后，张若昀去一间房车与车内人聊天，聊天中途张若昀被人打扰，拿几张照片求签名，张若昀签名聊天其兼顾，也不知道车上是哪位，张若昀与车内人聊得倍儿开心，笑得特别灿烂。一会儿张若昀和车内人告别，主动为其关上车门去换衣服，将西装换成一件衬衫，快乐地结束了工作回酒店休息。